用先进的人员来完成这个工作。所以要呼吁各位菩萨多护持神明电视台的摄影机器材、电脑配备、卫星设备，那么用现今的设备来弘扬佛陀慈悲的教法，感恩各位的护持，各位要多关心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证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点一盏灯，一半馨香，生命电视以佛法迎接美好时光。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众敦巴上师曾经讲过，如果某一个人甲我碎尸万段，管我无丝毫的戒心，而是随时披上金绿的盔甲。名句如同幼年的海市蜃楼，会当轻易地让你走入歧途，毫不犹豫地抛弃名声，如同你把鼻水对鼻子清掉那一半。如果你想要成为获得真正的信徒，那呢受到伤害的时绝对不能报复，千万不能愤怒，让你的修德去做任何可以让他心满意足的事情，会记得对你的修德充满慈悲。永远会记得四种正修法，因分别是：一、如果有人虐待你，唔通回报伊虐待；二、如果有人对你愤怒，唔通以愤怒来回应。三，如果有人揭露你隐藏的过失，唔通以揭露伊的过失来回应。四，如果有人攻击你，唔通报以攻击。
一天大师说，无任何一种邪恶会当甲清魂相共，无任何一种苦行会当甲忍辱相比。绝对唔通屈服于自己的嗔恨心，爱安忍，此外爱感谢暴力你的人，因为因予你一个宝贵的机会，增强你对菩提心的了解，甲修持安忍的机会。因此，遇到一个伤害你、甲你处处作对的人，等于遇到一个珍贵稀有的宝藏。尊敬那个人，善用这个机会来进度你的扩宽，练习慈悲加忍辱，这样在修道上将有所进展。试着将敌人的恶劣对待看作你的善修的催化剂，你不应该遭受到这些无礼刺激，等到会向上激励你的修行。伤害你的人是上司，是有意挑战你的执着和嗔恨，你如何会当报答因对你的仁慈呢？任何帮助你看清那些过失的人或者是情况，无论有多年使人无自在，或者是使人感觉到暴力，都是一个家里帮忙。
如果你欠缺勇气去面对自己所蕴藏的过失，你的修行不可能有太大的进展。阿底下尊者讲，凭借你蕴藏过失的人，是最佳的法友；突破你蕴藏过失的教导，是最佳的教导；敌人障碍以及疾病的痛苦，是最佳的激励。对究竟的观点来看，利以衰，乐以苦，愚以晦，清以基之间无丝毫差别，因拢是平等的，基本质皆空。集天大师讲，由于事物欠缺真实的存在，那呢有什么可以得到，什么可以失去呢？有什么人向我献殷勤甲用油？有什么人轻蔑辱骂我呢？苦、喜、乐，从何处升起呢？是什么互我喜甲忧呢？如果无法度对遐恶劣对待你的人升起自卑，这是你的心还未完全转化的征兆，需要更加精进努力地转化你的心。欲言、痛苦、烦恼，伫个真侪方面是对修行有作益的，以激励你的发心。如一寡教法所指出，无痛苦就无脱离轮回的决心，必须是有效对治骄慢的解药。
困难的时阵，甲意外情况升起的时，这是真正的修行，甲装模作样之间的差异。历经分晓的时阵，端看你面对逆境的心念。当你承受如此的痛苦折磨时，怀着慈悲和勇气，去祈愿自己承担一切众生的困难和痛苦，把你所拥有的快乐布施给众生。试着去提供人所需要的一切，思量痛苦的正面品质。一条困难是上师，障碍是修持佛法的动力，痛苦是扫除恶业的扫帚，千万唔通嫌弃因。菩萨的慈悲，因果报应不爽，因此菩萨利他的行为肯定会结出果实的，但伊将来无有所愿望。将来别去想，人无表现出足够的感激，或者人应该对待伊更加好。真正的菩萨将来无需求回报，你出于天生的慈悲，自然而然地回应他人的需求。如果某一个曾经伤害菩萨的人，
后来改变行为举止，走上修行的道路，得志解脱，安尼就当使菩萨感觉到全心的欢喜甲满足。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我们福建人广东人都有一个慈悲的习惯，初一十五初二十六会在门口点一支香，那这一支香点在上面呢，哦，供养玉皇大帝诸神，点在下面的哦，布施给好兄弟孤魂野鬼，所以希望各位把这么优良的传统的佛教习惯继续努力做下去，每天晚上至少点一支香，放在树下门口给那些可怜的众生，你愿意再点一盏灯让他看到极乐世界，那更是庄严，你愿意布施一杯水又放在旁边，那更是慈悲，如果能够每天都这样慈悲，你会发觉你生命改变了，你心灵改变了，世界也跟着改变了，愿各位经常慈悲因供，慈悲施食，阿弥陀佛。执着，你会对狗执着，也会对人执着，那你就会
啊，对任何事情有执着，你就会很痛苦。慈悲才是我的财富。那我想修行所谓的空，就是可以超越这个变化，是我们要追求的。因为如果你不能超越这个变化，你想永远抓住什么，那你就会障碍到你的智慧，更会障碍到你的慈悲。那当然讲空而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讲空却很认真的服务当下的一切。护身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